愿意要在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恋情环境下，他们就会找到一个成就，找到一个动那个动机了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是叶思博，他演奏的长笛，那也他也是今天第一次上台来演奏这个长笛，他吹长笛好像也是不到十堂课，然后我们听他演奏这一首《交通警察》。